当时就没被带走，我是隔壁几家都有货，没有了。他那边前段时间自己也扛上去了，不是，他那个地配的不是发货的。
那个板件不齐啊！对呀、啊，他以前的收音机也就是砸坏了，换成现在这种。现在就是我们一个情况产生了。我已经按摩摸了他的，对，他的就是说是板件不齐。对，这个中间换一下，哎呀，我刚查的时候我都没车到，老人说不是哦，这个就是要这样换一下。对的。对。我刚来不懂啊。你的车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车到别的地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没车到。那个老娘在那边啊，帮你客户在那边。那五件配吗？对，五件配那个嘛，是你那个人民的。
就都要检查。你看，现在少一个扣也不行，少一个扣就叽叽叫叫。到位了，这里才变流离了。反正有问题，他早就叫了，他们车下线了。那就是车不到位。怎么这样的？对，就是车不到位。车不到位，还是车的不是太好。哎，先天的，你过来看一下。还有看过了。